你看你一把，你一把大巫师之杖，你一直按，你一直按，你一直按，也就几个神之金属。你在那边安全金链，哇，有够贵。直接按才是王道。啊，这把我带长剑，我们一开始先出个穿透了，我们试一下出个小穿透，然后再转暴击。你准备十把大巫师去点，然后就点一点，爆了就爆了，爆了拿去卖，总会有一把是加十的吧。爆了还可以，还是可以卖到原价左右啊，也不亏啊。你看大干爹就是这样做的，所以他第一把就加十了。攻速对镜子没什么功用，算是有功用吧，在后期的时候加减有点功用，加攻击力嘛。哎咻！我怕我这第四枪下去他会死啊。哎，没死哎，还以为会打一千呢。51可以挂迷藏森林赚钱吗？不赚吧，你就挂蚂蚁吧，挂蚂蚁或蘑菇蛋吧。哎呦，弹到了，赚！死我一枪！死我一枪！一直弹到他，哎，削削的。得了了了，75等巫师挂啥？有陨石就是下水道，没陨石，晒衣法、地龙跟。玻璃珠选一个去挂吧。哎咻！哇，别啊，痛痛的！哇，兄弟，收拾他！噔！哎，不是不是，他怎么有一点痛痛的、啊？哎，没事，对面是辅助拿头，来就补的。我也感觉应该是露露很痛，刚刚被露露叼了一下，血量半条都不见了。上路没 TP 了，这是一个会偷钱的提摩、欸、哇，那个提摩的财产也太多了吧。嗯，谁家财产那么多，那必须死啊。好，改成用 W 消耗对面，我们慢慢 poke。 对啊，现在也是一个水滴哦，是水滴很难跟我两把长剑对打的，让他知道我两把长剑的威力。哎，你怎么半血了？咚咚咚咚！好，现在比数来到1-4，我们中路被干掉了。
打野还没出现过。摇滚蝗虫卡卖得掉吗？三秒之内便能卖掉。你在牛！哦，快跑快跑，有人来了。螳螂又走了。哇，痛痛痛痛痛啊！啊，我们打他也是痛痛痛啊！这个版本越来越难算血了。他不管什么血量，长得都像要死的血量啊！啊，队友杀人了。永恒戒指有卖掉的方法吗？有啊，冲到加十就很好卖，坏了也很好卖。但好像可以硬杀一波哎。没事，闪现先省着。人狙登不进去吗？在维修啊。哦，朋友，你这血量危险的，你在被打到，要嗝屁啦！哎，摸一下他们又惨了，哈哈哈。这唢呐好像不太喜欢 poke 人呢，他只想默默的补血。是一个佛心的唢呐。好，没事没事，继续补继续补，我们保持的满血，那也不太会死啊。哇，螳螂来了，乐棒也要来啊。应该是不太可能带斧吧他们。喂，不能把唢呐给杀掉了。这版本哦，这版本技能型 AD 强啊。普攻型的 AD 现在过得都不是很快乐。不行啊，这兵线不能再摸了。虽然不摸看起来有点惨，但是摸了估计要挫赛。走走走，看到人我就直接狙他。我可以玩一场好运姐吗？嗯，可以。我上一场玩了那个西维尔，下一场来玩一下好运姐。哇哇，这个操作厉害，我看还能再打。
菜啊，普攻加技能型啊，菜啊算是普攻型的。库奇伊泽这一种就比较算是技能型的。唢呐没大了，为什么不买150的水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回的比较多啊。没弹过去，现在 AD 符文怎么带啊？通常是带流星或者艾莉吧，普攻型的都会带强攻，啥时才会再玩饭，等他变强的时候。靴啊，下路拆光光，我们先拿，算了，再对一下线好了。我们下一波出来的时候，唢呐可以有大，我们再出来再打他一波。别，我们出来杀他一波。兄弟，你别啊！不，为什么你要拿那个塔？这个人傻傻的啊！没事，我们改来中路。哎呦，滑得好快啊！哇，脚闪了。那不是下路吗？中路，没办法，下路没塔了，也只能去中路玩了。接着带下路其实挺危险的，我们两个又没有位移，打架也不是很强，但我们压人很强。哦，勒布朗好像有机会了。啊，勒布朗哎，快跑！勒布朗突然嗝屁了。哎咻，安安啊，爱洗澡的猫，这是生猛海鲜。你们在说唢呐吗？确实是蛮生猛的。他那个大招毁天灭地，但还没有打过人。
咚咚咚。王鸟，怎么打怎么中，怎么打怎么中。我看对面是通通都要被带走啦。漂亮，嘿嘿，要狙狙喽。再踩他中路好了。嗯，连索拉都打中人了，奇迹发生了。回家喽，来看看现在各路状态。上路，上路这个提摩一开始好有钱的，打着打着突然零六一了。那我们这个台湾的不知道谁，也蛮肥的。台湾竟然有会玩贾克斯的，该不会是宇宙上单？不能说的那个人，上次那个游戏哦，上次那个游戏我就是来介绍给你们而已啊。我平常自己也是没什么时间玩，但还是给你们强力推荐那款亡命枪杖啊，记得用我的连结下载比较好玩。这里再射中他十发他就 GG 了。不工商纯推广啊。哇，被砍掉了。哇，我被偷袭了。我的天哪，有个螳螂冒出来咯。我这某人哦，就是不接工商，也不知道怎么工商，纯粹就是给你们推广一些好东西。早知道刚刚就阿闪了，要是用阿闪了，一定就稳了。哎呦，哎哇哇，这个怎么那么痛？这宇宙上单的威力，这贾克斯好厉害哦，贾克斯可以打赢提摩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哎。哦，被扭掉了，一折没闪，键盘哦，我键盘用雷蛇的啊。射一枪才200多哎，提摩应该是不怕 gank 啦，大家有在看我玩提摩就知道，我玩提摩完全不怕 gank， 来一次我就躺一次，我还可以在草丛里隐形拖他们时间。
那怎么只值100块啊？可恶，我的炮车！不管，我一定要吃这台炮车。这一则狗狗的哦，兄弟，掂量他一下。哎呀！哎呦，他比较痛啊！可恶，打输他了。哎呦，我应该绕跑的，但是我刚刚，我男人的自尊不允许我逃跑啊！哎，提莫要死了。嗯，刚好像有一阵风儿吹过了，今天的风儿有点痒啊。吃个野怪。哎咻，194滴呢，还有牙术打得不是很准。哇，但他隔壁这个可就凶残了。哦，哎，不是，这个牙术好滑啊！嗯，没有，牙术刚刚很滑。没事，宇宙上单还活着嘛？宇宙上单，那我劝你不要进场会比较好，因为那个提摩，宇宙上单也嗝屁了。没事啊，撑着，各位朋友，等我火炮出来还不砰砰那个牙术。没红霸嘞，红霸要出了，别啊兄弟，我需要红霸。还好，捡到红霸了，不亏。我们等下先走远一点狙击再说。不然那个牙术太危险了，还会滑过来把我给制裁掉。啊，差100块呢。这个塔我看是没啥救了。我们要先让贾赫斯带出去。还是快跑吧，咱们还是快跑吧。等贾克斯把他们逼滴光光。那贾克斯要逼滴到底了。风又吹过来了。我们有清兵咋办啊？好，再来阻止他们的 recall 就行了。
这么看起来想去，应该是有两个人要去抓贾克斯了。哦，钻出来了！呼咻，唢呐大中了，很棒。只是等等就没大了。我不会啊。削削的。好，再次他们中路。奇怪，我咋 A 不太到人呢？火炮拿出来，盾就 A 得到了。我看看对面谁没防御。你现在看起来的话，露露是最软的，一泽是第二软的，能打这两个就先 K 这两个，再来塞一个物防血，保自己的命。我是露露杀手。对，阴善，感谢三个月。贾克斯被抓死了呢。400攻击，射上面的好了。死关关喽！哦，中路好大一波。先守家，先守家。唢呐啊，唢呐算不错的脚啊，只是没有坦克强。这版本厉害的是还是坦克，这是坦克联盟啊。家里也快长出来了，巴龙的话没 TP 了，能硬打。哪有，现在坦克前期硬得跟鬼一样。你看上一把那个雷欧娜前期硬斑斑。他怎么突然把红霸让给我了？他人怎么突然变 nice 了？心态都回来了。
兄弟，这里别冲动。再见。魔系呢？这个。狙击。提莫还在呢。帮扑。哇，血量好危险啊！还好一者都打不到我。狙击，嘿嘿。啊 ，nice， 他可能是要换他弟弟玩了吧？人突然变 nice 了。这把我给贾克三个赞好了，坚持着鼻地到底，打得很好，好进波了。今天应该打到钻二来去吃饭，晚上人王大结局。哇，提莫打了26000，好，现在我来去上个厕所，30分钟后马上回来。选错路了。